子弹，吃饱了是不？我送你上去嘛。哎，经理，我听老刘说啊，你有挖机要卖呀、啊？这里这么多台，是哪台哦？小雨灵通嘛。那是。就是台。哦，这台呀、啊，这怎么卖呀、啊？都熟人嘛，按正常升给你嘛。哦，怎么也得有几吨哈、哦？哪有那么重哦？啊，我单手都可以提起来。哎，别，经理、啊，你可别提，待会把腰给闪了，还是我的罪过了。那你说多少嘛？可能有200斤喽、啊。咱们也这么熟了，5斤称走。哎呦，哦、谢谢经理，吃亏是福哈。那我先过去了哈。啊。真的，又是宝是不？哎，经理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在干嘛、哦？听说啊，你下午要去买台新挖机啊。啊，有这个事情，你别费那个劲了、啊，我啊都给你开来了。这个车啊，原版原漆无事故。就这个车啊？那这个车多少钱呢、啊？给你一个友情价，99,800。小丹啊，你有个人车啊？那是单位车。一口价99,900，一分都不能还价哈。合理，合理，操作也不错。哎，是。按手续办事，买了。哎呀，经理大气！办个发票。哎，走，哎，你慢点。走，哎，走。